在台南科学园区内，从业人员将近有10万人。市员陈碧瑶日前以区平衡为诉求，争取市府举办大型活动。在今年台湾灯会主灯就放在南科迎新湖边啊，成为一个象征吉祥的公共艺术品。19号也将举办音乐演唱会，还有市集等活动。今年在台南所举办的台湾灯会，主题拢来台湾，将放伫台南科学园区的迎新湖边。19号将举办启灯仪式，并且有音乐演唱会、市集和亲子活动区。市长陈碧玉为顶一边第二会开始，争取大型活动到南科举办，不管是圣诞晚会，或者是跨年演唱会，但一直拢无下落。一直到最近，市有争取到台湾灯会主题，确定移徙到南科。降灯启灯嘛，哈，啊，咱是不是有请真侪吼大卡司的那个歌星要来演唱，要开这个演唱会啊？所以对咱南科咱家底家的从业人员这些年轻人，其实来说的话，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啦，哈。那如果能够吸引很多人来的话，尤其南科那边很多亲子，亲子跟年轻人是不同的族群，对，没错。如果能够吸引很多，这个到底是要亲子多还是年轻人多，我们再来比较。好，四个水温看看。原本想要争取圣诞晚会以南科 F G 区举办，所以因为用地和规划问题，马都来执行。周边的停车空间跟交通，这个接驳的也没有那么发达。虽然12月无在南科举办演唱会，但接着7日在南科科学馆将举办一场亲子活动，希望着希望市府会当盛大举办，并建议邀请大型嘉年华节目来闹热，让南科园区的居民有参与感。记者孙颖和市会采访报道。